譬如说，有两个人分离了，其中一个人十分想念另一人，可对方竟然忘记了他。如此二人即使偶然相逢了，也等于未逢，虽然相见，也等于未见。若这两人互相想念，越念越深，这样的久念不忘，必定从今生到来世都形影相随，不会违背分离。十方如来怜念一切众生，也如同慈母想念儿子一样，倘若儿子逃去，想念虽深，又有什么用呢？儿子如果能想念母亲，也像母亲想念他的时候一样，这母子二人虽经历今生来世，也不会互相远离。假若众生的心常常忆佛念佛，则现在或将来必定可以见佛，离成佛不会遥远，不必借助其他各种法门方便，自然就能开悟。犹如染香的人身上就有香气，这就叫做香光庄严。我原本在阴地修行的时候，是以这念佛的心入无生人，现在我在这娑婆世界帮助念佛的人归到极乐净土。佛问我，发心修行应从何深入，得正圆通？我没有别的选择，唯有收摄六根，让念佛的净念常相继续，无有间断。如此念佛，一心不乱，必能得三摩地，以这个法门最为